们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吕玉林立委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掌声加欢呼，欢迎我们的主任委员吕玉林立委。我们也请徐秘书以及夫人共同到台上来，我们要请我们主任委员来跟现场的各位朋友们道声好，要跟朋友们说声力挺徐秘书。现在我们就有请各位比出右手，将我们 Lucky Seven 手势比出来。现在请各位以你们的掌，以你们的欢呼声，以你们的欢呼声来欢迎我们的主任委员吕玉林跟各位来问声好，欢呼声。有请主任委员。谢谢我们7号 Seven Eleven 为大家服务24小时不打烊的市议员候选人徐艺术康丽。在场我们的所有的乡亲长辈，我们的叶茂海乡长，我们的徐荣俊主委，我们的刘灿忠主任，各位我们的大哥大姐小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兴奋吗？兴奋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明天是重要的日子，感谢所有的乡亲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团结之夜，大家紧紧的守护在一起。我们守护着徐艺术，对不对？对。认真服务，有活力，有担当，为民意冲先锋的徐艺术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乡亲，徐艺术啊，是非常文质彬彬、非常有礼貌的，所以他不跟人家。